世贸滨江无敌江景房里的衣帽间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时尚买手又会怎样归纳他自己的衣帽间？买手的穿搭秘诀又会是怎么样的呢？今天走进我们名女人衣橱板块的是《爱你爱美丽》当中最敢说、最敢秀的时尚买手芳芳，而她的衣帽间恐怕会让很多的女孩羡慕、嫉妒、恨吧。时尚买手芳芳是我们《爱你爱美丽》节目的当红嘉宾，每次见面都风格百变，看似对时尚搭配驾轻就熟，但据说她每次出门前穿衣打扮也要纠结好久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到芳芳家，看看时尚买手出门前如何熬造型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请进，请进，这里是我家，然后请跟我来，这边是我的衣帽间。这里就是我的衣帽间了，这边呢我就放包包，然后呢这边有两个衣柜是我放一些小礼服，就是长的礼服，然后这边是短的礼服。芳芳的衣帽间收纳得非常整齐，鞋子、包包、外套都被一一归类，每天会根据出席的场合来挑选衣服。一般来说，像这边放一些小的手包，然后这边放一些差不多大一点的包包，那这边就放一些比较精致一点，像有这些小串珠啊、小亮片啊，这些包包我就会放在这个地方。对，然后呢像我的饰品就会放在抽屉里面，下面这边就是一些项链，然后这边都是16的。16？对，这边有两个。是按照鞋跟的高度来整。对的对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穿16，然后这只是18的，上面这一层是黑色，下面就是有其他一些颜色，底下还有一些就比较矮一点的都放在旁边了。对，这些都是你自己整理的？对，我整理，还有我妈妈也会帮我整理一下，还有我的助理会帮我整理一下。把衣帽间收纳得如此整齐，芳芳每天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自己想要穿的衣物。今天我们也给她布置了任务，考验一下时尚买手的搭配功底。我穿这一件。对，这件呢是皮尔巴曼的，然后呢它就是前后都是一个像太阳纹的设计，然后全部都是亮片，所以出去吃饭或者见客人啊就觉得很闪嘛，就给客人一个印象，就是因为我的一直的路线就是很喜欢很比较夸张一点的东西。这件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，那我可能会配这双金色的，或者是这双金色的。像这双金色的，它有一件暗的豹纹，在灯光折射下也看得见。那这双就比较，怎么讲？对，很刻一点。因为我身上的东西已经很多了，所以我不会选择项链，我会选择耳环，然后我可能会走同一个色系吧，稍微夸张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镀金的耳环。这个在 Harvey Nichols 啊，或者是你上那个国外的网站，它会有很多欧洲的品牌，这个欧洲的品牌，然后他们家的那个设计都是走这种很华丽的这种宫廷风。芳芳，你有没有搞错？穿成这样去见客户合适吗？因为我是时尚买手这个关系，所以其实客户会希望看到比较特别的东西在你身上。那我平常的风格呢，也是比较夸张一点，像什么大亮片啊，这些他们其实都很喜欢，所以他们都不会觉得我穿得太夸张。芳芳说，如果是和闺蜜们去喝下午茶，她会选择比较轻松休闲的造型，不要给大家压力太大。我像这种类型的我就会比较喜欢跟，对，因为跟朋友出去，而且都是女生嘛，就是看起来年轻活力一点会比较好，所以我会选择像这样子休闲，但是也还是我以往的风格，就是比较亮一点，因为它是全闪片的一件背心。是
是我比较喜欢这些帽子，然后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像这个啊，还有一个很多小牙齿在这里，然后还有一个眼睛，然后这帽其实蛮重的，它后面有一个几个小四角星，然后呢这个就是很多铆钉，像这件这个它的每一个都很刺，其实所以我不太敢带它出门，就是放着看。然后呢这一顶呢我觉得很可爱，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就是孔轴吧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它很可爱，我为买这个帽子还让它特地帮我把这个帽檐都改小了。因为是轻松休闲的造型，所以有的时候出街不会化妆，戴个棒球帽或者是太阳眼镜就很有俏皮的感觉。一般来说我会根据今天衣服的颜色做一个搭配，比如说我今天是粉色的话，我可能就会选一个这样子好了，咦，刚好跟我的衣服的颜色我的字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可能就会选一个这个，然后戴个眼镜。包包的话，如果是像平常这么休闲，可能会选一个大一点的，像这种 Kelly 的。但是如果说觉得真的太大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试看看像这种小包包，因为我个子小的关系，然后这也是荧光色，我不知道配不配哦，可以试一下，像这样，就是很清纯的感觉。这是 Celine 的一个荧光色的蛇皮，它可以就是把这个袋子收起来之后呢，就变成一个手拿包，再搭配上一双金色系的运动鞋，看上去就活力十足了。我应该如果是出去夜店玩的话，我会稍微选择短一点的，因为怕被别人踩。对，所以我可能会选择这一件，因为呢它这边有几百颗的施华洛世奇的水钻，所以这件衣服非常非常的闪，然后呢算是有点小性感，因为它是一个大露背。服的话呢我可能就会配同一个色系，因为它是裸色配银色水晶嘛，所以我大概可以选到这双鞋子，因为这双鞋子我很喜欢，16公分，但是很好走，他们有很多运动鞋都很红，从别人身上看来的，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尺码都只有一双，而且我的脚很小，是35的。这个还是一个法国的那个中古店，它是一个古董，已经有30几年了。三十几年，我不知道，但应该是一个很美丽的女生，我希望是这样。由于芳芳职业的关系，会拥有很多奢侈品，不过她自己绝对不会从头到脚都用名牌来武装，而是更喜欢混搭的风格。一双普通的运动鞋或者中古店里淘来的耳环都是很好的单品， freestyle 的搭配才是她想要的。